在晴朗的夜晚，抬头你会看见璀璨的群星，还有深不可测的夜空。你是否想过，在这无边的黑暗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天文学家们告诉我们，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行星、恒星、星系加起来的总和，不过占宇宙总质量的5%。那么剩下的95%又是什么呢？天文学家告诉我们，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暗物质既不发光，又不能反射光，我们如何能够感知它们的存在呢？答案在于，它们有质量，也具有引力。科学家们推测，正是由于暗物质强大的引力作用，宇宙中的粒子才能够聚合，形成星体，形成星系。可以说，在这个星光灿烂的宇宙中，暗物质才是背后真正决定力量。越来越多的证据都在指向暗物质的确存在，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没有找到它们。可以说，寻找暗物质已经成为21世纪最大的科学之谜。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想尽一切办法在寻找暗物质，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加入了其中。为此，他们建造了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哎，说到这儿，你也许觉得奇怪，探寻宇宙的奥秘，为什么要深入到2000米深的地下呢？远离尘世的大山深处，隐匿着一项巨大的工程。这个高压是2000二。进入地底的深处，在最深的黑暗中，寻找遥不可及的梦想。80多年前，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星系中恒星的运动速度似乎太快了，如果不是什么庞大物质拽住了它，它们很可能会分崩离析，四散而去。后来越来越多的天体物理间接观测证据让科学家们确信，我们的星系被一团巨大的未被发现的黑暗物质包围着。这种神秘的物质被称为暗物质。暗物质它首先是一种物质，它提供引力作用，但是它不发光，我们看不见。茫茫宇宙中看不见的暗物质才是真正的主导者。除此之外，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迄今为止，科学家尚未找到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但是他们坚定地相信暗物质的确存在，一旦找到它，现有的物理学理论将因此被改写。寻找看不见的物质，科学家们自有他们的办法。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岳谦向我们展示了截获黑暗物质的秘密武器。虽然暗物质与已知物质作用微弱，但却不是没有作用。高纯锗探测器用世界上纯度最高的锗晶体材料制造而成，一旦暗物质击中其中的锗原子，原子核的能量就会发生微小的变化并被发现。暗物质粒子跟这个高纯锗探测器相互作用，那么在这个高纯锗探测器里面留了很小很小一点点的能量，那我们这个探测器就可以把它感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要让探测器遭遇暗物质粒子并且把它识别出来，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宇宙中的高能粒子如同倾盆大雨轰击着地球，要甄别并且发现隐身其中的暗物质粒子，如同在一场人声鼎沸的足球比赛现场听见一根钢针跌落的声音。科学家的办法是把实验室搬到足够深的地下，依靠深厚的岩石屏蔽掉宇宙射线和背景辐射，唯有暗物质粒子不与其他物质发生作用，它将轻松穿透岩石。
如果科学家足够幸运的话，或许能够将其捕获。目前全世界暗物质研究多利用地下矿井和隧道建立实验室，课题组最初远赴韩国开展暗物质实验，可惜那里的深地实验室只有700多米深。月谦和同事们希望在中国找到深度超过1000米同时适合开展科学研究的矿井和隧道，始终没有收获，研究因此一度陷入困顿。2008年8月8日，亿万中国人为北京奥运会开幕而欢欣鼓舞。月谦得到一个意外的礼物，当天的电视直播中插播了一条新闻：锦屏水电站引水隧道胜利实现双洞贯通，隧道最大埋深2375米。月谦迅速向学校领导反馈这一消息，很快清华大学与雅龙江流域水电开发公司联系，探讨建立地下实验室的可能性。汹涌奔流的雅龙江遭遇海拔4193米的锦屏山，江流被迫转弯，形成150千米的大河湾，河段上下游高位差达到600多米，这里正是建造水坝的绝佳地点。锦屏水电站历时9年建造而成，它创下最高拱坝、最大边坡、最深隧道等多项世界纪录。双曲形拱坝借力两岸巍峨的高山，挡住了水体的巨大压力。为了充分利用河流落差，在大河湾的下游还要建造第二个大坝，但是水利专家们在这里有更加精妙的设计，在大坝的下方直接开凿引水隧洞，穿过锦屏山，直接利用300米的自然落差，在大河湾下游建立第二个水电站。为施工方便，在4条引水隧道的旁边修建了2条交通隧洞。隧道中部距离山顶2400米，这里正是建立深地实验室的绝佳地点。2009年3月，月谦和同事们终于踏上梦想之地。我看到那么高的山，头顶上有那么厚的岩石覆盖，我感觉我的心情呢也是这个，就跟这个路似的，这个起起伏伏。这个头顶上的岩石逐渐的变厚，越来越厚，好像向这个地球的深部走去似的。依托于超级工程的建设，中国的超级实验室得以横空出世。2009年5月，清华大学与雅龙江流域水电开发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建设锦屏暗物质实验室。自建成之日起，它就以2400米的岩石覆盖深度，成为世界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实验室位于地底最深处的隧道中部，这里就像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为了确保只有暗物质落入其中并且被发现，科学家还需要设置层层壁垒，将各种宇宙射线和环境辐射挡在外面。这里是实验室核心中的核心，3台高纯锗探测装置一刻不停地收录着数据。
从这些海量数据中，清华大学 CDEX 实验组获得了低能区探测器最灵敏实验结果，确定排除了国外知名实验室多年宣称的暗物质存在区域。就在清华大学实验组的旁边，上海交通大学潘代克斯实验组用氙原子作为捕获暗物质粒子的靶子，他们研制的500公斤液氙探测器最近公布运行结果，对可能的暗物质候选对象给出了最新的限制。暗物质依然没有找到，但是它藏身的区域已经越来越小。欧洲、美国和中国科学家都在开展暗物质探测实验，谁能最早成为捕获暗物质的赢家？凭借锦屏实验室的天然优势，异军突起的中国科学家被寄予厚望。西方媒体发文称，中国地下实验室的条件犹如天堂，中国的大胆步伐将颠覆耗资巨大的粒子物理研究领域。现在的问题是，谁能紧跟中国的步伐？ I think it's reached the stage where it can take a leading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effort, and CJPL is one example of that. I'm sure that in the next 50 years, we will see China becoming one of the leading player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为了扩大战果，锦屏实验室开展二期工程建设，地下实验空间扩大到12万立方米，在岩洞中又向下挖出10多层楼高的地坑，未来将在这里安置吨量级超级探测器。在新的试验大厅启用之前，建设者采用低温探测器对实验室环境进行全面监测。在这个最大最深的地下实验室里，中国科学家将向最大的科学之谜发起冲击。如果没有暗物质，这个宇宙是不能发展到当今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时间的。我说不好这个暗物质马上立即的会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它只是让我们人类知道这个宇宙啊不再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宇宙。我们在最深的地下实验室寻找暗物质，我们也在茫茫太空中探寻暗物质的痕迹。2016年，中国发射了最先进的暗物质实验卫星悟空号。在这场全球寻找暗物质的竞赛中，中国人正在成为最有力的竞争者。放眼太空，就会发现中国不仅发射了多颗科学实验卫星，还搭建了一座科学的宫殿天宫二号。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在这里利用太空中微重力和真空的条件，使得许多在地面上无法展开的实验得以进行。天宫二号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家们搭建了一座宏大的舞台。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是中国激光技术研究的顶尖机构。在这个实验室中，刘亮和同事们每天都在和神秘莫测的原子
打交道。啊，你这是加个特性是吧？特性是本来就有的吗？没有。你能想象把一个原子啊，用激光来把它看到，把原子哦，看到原子，把它扎住了，看到荧光出来了。听来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其实是一项领先世界的课题。平衡的，那网上一定是圆的。现在你肯定不圆。我们刘亮和同事们研究的是当今世界计时精度最高的钟表——激光冷原子钟，它可以做到运行几百万年只误差一秒钟。这台外形古怪、表面黝黑的机器，为何能够突破人类时间计量的极限呢？你见过各种各样的钟表，从早期的摆钟到后来的机械钟、石英钟，它们外形各不相同，背后的原理却都是一个，根据不同物体的振荡频率来测量时间。20世纪30-40年代，科学家发现原子有着更为精确的振荡频率，超级计时工具原子钟就这样被发明出来，并把人类计时误差从一天误差一秒钟、10天误差一秒钟提升到数百万年只误差一秒，人类从此进入原子计时时代。你知道吗？最基本的时间计量单位秒就是由原子钟定义的。这是一幅铯原子的结构图，由于某种原因，电子会在不同的轨道之间来回跳跃，这种现象就称为原子振荡。铯原子一秒钟可以振荡91,296,31,770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秒钟分为90多亿份。利用这种特性，我们就可以把计时精度提高到几十亿分之一秒。当然了，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实际上，在常温下，原子是在高速的运动着，科学家们很难精确地测量它的振荡频率。那么，为了提高测量精度，科学家们就要让原子运动慢下来。为此，他们发明了一种神奇的方法——激光冷原子钟。激光比太阳光还炽热千万倍，用它来冷却原子，的确是脑洞大开。20世纪80年代，这个构想真的成了现实。用激光从不同方向照射原子团，把原子牢牢地锁定在中心位置。飘忽不定的原子就像被关进了一个密闭的笼子，当它停止运动后，温度会瞬间从室温降到绝对零度，这样科学家们就能从容不迫地测量它的振荡频率。早在70年代末期，刘亮的老师王玉竹院士就提出用激光冷却原子的超前构想，但是由于当时研究经费不足，领先的物理思想难以得到实验的有力支持。进入21世纪之后，迅速崛起的中国经济成为科技事业强大的后盾，激光冷原子钟研究得以重启，并向更高精度的目标迈进。就在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出现了。21世纪初，天宫项目启动，中国人将在太空中建立自己的空间科学实验室天宫2号，它为众多科学实验提供了最佳的实验平台。当时欧美各国都在开展空间冷原子钟研究，把冷原子钟送上太空是各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事情。天宫二号的出现，让中国科学家成为距离梦想最近的人。
2005年，刘亮响应召唤返回中国，他担负起王玉竹院士托付的重任，把中国人制造的冷原子钟送上太空。这整个都是70公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冷原子钟送上太空呢？其实，冷原子钟是通过精确测量原子振荡频率来实现精确计时，通过调整激光照射频率，把禁闭状态下的冷原子抛射出去，在原子飞行过程中通过微波来捕捉它的振荡频率。问题是，在地面重力作用影响下，原子团始终处于自由坠落状态，测量精度达到一定程度已逼近极限。要突破极限，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送上天。天上我们可以把原子扎住之后往前抛的，它可以匀速的往前走，匀速往前走。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抛得很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窄的信号，在地面上就不能，地面上做不到，地面上有重力。太空微重力条件下抛射出的原子摆脱了地球重力的约束，它可以飞得更慢一点，更久一点，科学家就有了充足的时间和条件来提升测量精度。如果冷原子钟能够进入太空，其测量精度还可以提高两个数量级，达到3000万年，只差一秒钟。中国科学院空间技术应用中心有效载荷运控中心，是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所有空间载荷任务的总管。他们的任务是在全中国挑选最有价值的空间实验项目。初期论证应该有上百项的项目在参与我们早期的这个项目的征集过程，范围很广。如果涉及到子项目的话就更多了，可能达到几百项。那么会通过上百项的项目的逐步的遴选，我们逐步凝练出来各个领域里面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先进性的这样的项目，最后呢作为我们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实施的项目。为了成为天宫二号首批载荷试验项目，2007年，刘亮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投入了空间冷原子钟的研制。我们把时间的精度测量越高，那我们测量距离的精度也越高。你要精确到更厘米的样子，你必须要把或者毫米或者更精确，那你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原子钟。将冷原子钟送入太空，无疑将大大提升北斗导航卫星定位系统的导航精度，其意义不必多言。但是要实现冷原子钟的飞天梦想，还需要满足一连串的严格条件。天宫二号实验室空间极为有限，按照总体部要求，冷原子钟的重量要从500公斤减到80公斤，能耗也要降到最低程度。不仅如此，还有严格的时间要求。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原理样机的验证，这些测量时间的科学家只能与时间赛跑。在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是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也没有春节，所以我们每个春节只放2天，第一个年30、年初一、年初二就要上班。经过3年时间，科研团队制造出了一台原理样机，原本需要6台激光器来捕获和冷却原子，由于创新性运用折叠光路方法，只用2台激光器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瘦身之后的冷原子钟，零部件面积从一个桌子大小缩小到半米见方，原本500公斤重的设备最后被缩小到了70公斤。原本直立的地面冷原子钟变成了平卧的空间冷原子钟，
原子被抛射出去之后，在微重力状态下匀速飞行，通过各种精密的设备，就可以获得高精度的测量数据。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上天之后，它能否经受极端环境的考验？在离地面近400公里的空间轨道上，冷原子钟能否自动运行呢？几乎与此同时，欧洲科学家正在进行一个代号为法老的项目。按照计划，他们将在天宫二号上天之前，在国际空间站运行一台冷原子钟。留给刘亮团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经过反复攻关，科研团队设计出了一套通过地面指令遥控冷原子钟自动运行的控制系统。他们还剩下最后一个攻关课题，让无比精密的空间冷原子钟能够经受火箭发射时巨大的震动考验。时间到了2016年，冷原子钟通过震动试验测试。十年磨一剑，在冷原子钟项目开启的第十年，这台寄托了三代科学家梦想的冷原子钟设备终于完成组装，送往发射基地。2016年9月15日，仲秋之夜，长征二号 FT 二号运载火箭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送入运行轨道。28号秒，8:04，东风明白，华山。地球精确计时，推向新的高度。我们立项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能相信这个东西能够在这么复杂的东西能够在天上能够这么好的运行。现在做下来，我们发现我们能够做到，只要我们想做，一定能做到。2017年春节，刘亮给团队放了一个星期的假，这是他们十年来最长的一个假期。如今，刘亮和同事们又投入了新载高精度冷原子钟的研制工作，在他们的心中还有更大的梦想，那就是把冷原子钟送上月球，甚至更加遥远的火星。它将为中国乃至人类展开深空探索、星际航行指引方向。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已经越走越远，可是我们还是很难抵达地球上最深邃的地方。人类生存的地球其实是一个水球，它表面有71%的面积都被海洋覆盖。说到海洋，我们见到的各种各样色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它其实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阳光只能抵达水下200米的深度，而全世界海洋的平均深度是3800米。真实的海底世界其实是隐藏在无边的黑暗之中，那里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物种、新能源，那里有为数众多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发掘。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在向地球上最神秘、最陌生的地方挺进。问我深海的海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也只能说我到过的那个地方
是很荒凉的，看到有一些那个地震过的痕迹啊，像那个石头东倒西歪的那个旧房子的倒塌的这种样子。但是你再过一段在别的地方，它可能就不一样的。我希望把所有的这些深海海底能够多去走一遍，多去那个测绘一下，然后把一个海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景象能够让我们人类知道。深渊科学技术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紧张地调试设备。十天之后，这些形状奇特、色彩鲜艳的深海设备即将奔赴西太平洋，开展海洋科学实验。三台要去做的11000米的这个着陆器，红的那里边桶里边都是玻璃浮球，这个是用于提供浮力的。然后这个叫2号着陆器，是用来做沉积物取样的，就是插到海底里边，再往下插一罐子取海底里边的泥样的这个沉积物取样器，要研究海底里边的那个底质，这个底质是一个什么泥样的，里边含有什么微生物，还有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成分。那么你要把这个样本要取上来。无人潜水器是人类探索深渊的探路先锋。仅仅靠着一根细细的光纤，它就能够在万米深渊中完成大规模搜索勘测任务。潜水器下潜。收到。这些深海利器能否大显身手？最终还要在真实的深渊环境中得到检验。所谓深渊，位于海洋最深处，它弥散地分布在全世界26个海沟之中。世界上海洋最深的地方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其最大深处达到11000米，人们称之为挑战者深渊。2012年，崔维成带领一支年轻团队实现了中国深潜的历史性突破。作为蛟龙号副总设计师，他亲自乘坐作业型潜水器蛟龙号下潜海洋7000米深渊。就在同一年，美国导演卡梅隆驾驶单人潜水器潜入深度10898米的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单人下潜到地球最深处的人。我们蛟龙号是冲着拿世界第一过去的，是等到我们做成功这个7000米蛟龙号要海试冲7000米的时候，被卡梅隆抢了先机，他在我们之前就到达了11000米。与世界深潜纪录失之交臂的经历，让崔维成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离开了原来的研究单位，自建团队，计划用10年时间研发制造全球首台万米级作业型载人潜水器。现在人类马上要进入一个海洋资源大规模开采的一个时代，如果我对深渊海沟不了解，那这个时候就是有可能给我们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带来比较大的那个负面的这个影响。对于崔维成来说，挑战深渊不仅仅是为了创造纪录，他的梦想是建立全球第一个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室。他以一条5000吨级专业科考船为母船，搭乘3台万米着陆器、一台无人潜水器和一台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凭借这套挑战极限的深渊探测装备，纵横海沟深渊，为人们解开大洋深海的奥秘。要真正实现挑战万米深渊的梦想，崔维成还需要寻找合作伙伴。5年前，他与师弟吴昕共同组建
彩虹鱼团队。原本对海洋一无所知的吴昕，很快也成为一名深海追梦人。我们现在对整个就是6000米以下的这个所谓叫深渊的海沟的研究，或者我们的知识还不如人类对火星的知识更多。其实火星你说离地球其实太遥远了，而我们的子孙后代包括我们自己，其实未来人类需要依靠的资源来源其实是海洋，特别是深海。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海洋时代，吴昕和崔维成决心要探索一种新模式。通过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联手，依靠社会的力量，完成万米级深渊探索的世界级科研课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别说去融资去说服我们的投资人，我们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说这个钱投进去一定能够回来，但是总觉得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我们把我们的事情讲给我们周边的朋友听，朋友们被我们感动了，他们虽然也是可能怀疑我们这个事儿能不能做成，但起码他被这种精神所感动。等到我们的船开始切割钢板在船厂造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惊讶，说哦，原来你们说造船啊真的开始造了。社会资金的引入加速了科考船的建造，这使得他们的梦想得以扬帆起航。在蛟龙号成功基础上，崔维成带领团队用短短3年研发制造彩虹鱼号万米级着陆器和无人潜水器，为载人深潜器的研发打下坚实基础。挺进深渊的载人深潜器如同是翱翔太空的载人航天器，它要把3名乘客送入万米深渊，同时还要实现多次往返，承受相当于地面1100倍的压力，在万米深渊中完成高难度复杂任务。所有这些对载人深潜器的材料、工艺、技术提出了接近极限的要求。研发团队利用全球智慧与国外先进企业联合进行开发，采用最先进的超高强度钢材料制造球形载人舱，目前样球制造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他们与国内企业合作，同步开展载人舱试制工作，既保证载人舱研制万无一失，又极大地带动了国内深海制造技术的提升。不要把一个就是说好像攀登世界前沿科技高峰都是很厉害的了不得的人的事情，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的，就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恐惧的心理。应该来说，你只要按照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方法，专心致志、认认真真去做，谁都可以去走到国际的这个前沿。经过了全面的测试，新研发的万米着陆器和无人潜水器终于被打包装船，即将接受海试的考验。张骞号科考船经南海，穿吕宋海峡，2016年12月25日抵达世界大洋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滔天的巨浪让海试面临极大风险，剧烈的颠簸将使测试设备遭到毁灭性破坏。抓紧仅有的窗口气，他们进行了万米着陆器的全海深测试。好的，计下时间。1号探测器成功触底万米深渊，高清镜头记录下泥沙泛起的画面。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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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太晚了，不会太晚了。28号就不行了，对对。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二号探测器满载着深海沉积物归来，深海沉积物中含有成千上万种宝贵的微生物菌种，它是海洋生物医药工程求之不得的资源。面对着这些来自万米水深处的泥巴，科学家们的脸上露出了开心。过去人们认为万物生长靠太阳，不见天日的海洋深处根本不可能有生命存活。这些来自深海的生命告诉我们，其实地球上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在阳光无法抵达的地方，在大洋的深处，依靠着地核释放的能量，一个繁盛的生命世界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历时3个月的海上实验取得了万米深渊探测经验，着陆器海试成功仅仅是万米级载人深潜一小步，下一步是无人深潜器的万米海试和最为艰难的载人潜水器研制，最终在2020年前实现万米载人。